好、啊，这场地还 OK 吧？很好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好的，而且不会因为热真的不会。有因为有冷气。上半价上超热，然后其实台湾是北投吧，那边有。没开冷气哦。夏天有开，可是上面现在是28度以上，然后又哦，调的比较高就。对，你过来用。又连续两场，就跟你们那边一样。嗯，哪一个32号？哦，下面的布里，对，布里。马红他是我们上礼拜有来，然后穿15号的那，穿白色15号的那个。对对对对。你说的睡眠医学科就大医院在，有一些诊所也有看，通常是看什么睡眠呼吸终止啊，还是什么？但如果你睡眠不佳，应该也是，他应该就是会检测你的睡眠状态，对，然后看有哪里有问题这样。这个状况导致的，你的作息要不要调整一下？我就是要调。我要调整作息，其实我可以接受，可能早上6点才睡觉，或者是12点睡觉都没差，重点是那个睡眠哦。对。或者是一段足够的。你最近的作息或是饮食有没有比较？因为你如果自己你很乱的话，我觉得会这样，好像也是蛮正常的。哎。好球！后面。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喝热牛奶，或者吃个奇异果。牛奶已经少喝了，可是没用。好球，好球，差一点哦，好球。其实我昨天吃药那一阵子超想睡，我就直接睡着，就是睡一下就起来，对，睡一下就起来。哎呀！
如果你们那个上次爵士反击的时候，那个卢肖比的球迷后来又转走了。哪一个？你说，你说哪一个？哦，应该转，应该去太阳了吧？他就是跟着球员走的、啊，应该是吧。我是没在关心我们大球。哦。我只知道最近多了很多卢太阳。哎！哎啊！终于来了，来了，红黑的。所以抢过来。Sorry， 就那个啊，公牛23号啊，对，不能说的那个名字。不能说的秘密。对，就差那，就差那口气。大概就跟你们恨马刺的程度差不多。我能理解，应该是说，如果你说仇恨值真的这么深的话，我会理解这个程度。对。啊，腰弯不下去。好像我打到脚。好的。好，打到脚了。哎，他会投。我看到。哦。哎呦，我有看到。6到8点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刚下班而已，赶不过去。然后我到你们都快打完。然后那一天体力，因为我睡饱，所以体力就正常。今天最多的。没关系啊，看人家累了会不会可以随去回去补眠一下，不然只睡两小时真的太拼了。可是不拼的话，像我昨天大概6点半起，到10点半的时候睡起来之后就没办法，就是起来之后算是那天保持还可以的精神，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像今天这样子睡起。对啊，所以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睡。累了。重叠咯。慢心。
哎呀。